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大用无方第八段，第八段。明毛光照仪三昧门，这个明题前面介绍过了，现在我们从经文看起。经文呢总有90首诵啊，这很长。90首啊，分为五个段落，就分为五个小段，第一段呢，有一首诵，第一首，标门总变，第二段呢，别名一毛光明业用。第三段呢，内显一切毛光业用，第四段呢，摄尘分寂，幕后一段呢是文心光业，我们先看第一首，由圣三昧明安乐，能普救度诸群生，放大光明不思议，令其见者悉调伏。这个第一句，佛告诉我们，有圣三昧，圣是属圣，三昧是梵语，正翻呢，就是以字面上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，受是享受，是感受，正是正常。这个正常的受，也就是禅定，为什么叫做这正常呢？鉴别我们凡夫啊，这个是感受不正常，佛说六道凡夫有五种受，身有苦有乐，心呢有忧有喜，再有一种啊，就是心没有忧喜，身呢也没有苦乐，这个时候叫舍受，叫舍受，因为它时间很短，所以叫舍，暂时的舍。如果永远保持这个境界，那就叫三昧了。所以三昧这个正受就是心没有忧喜，身没有苦乐，没有苦乐才是真乐，这才叫正常的，所以只要有苦乐忧喜舍都不是正常的，六道众生呢都不正常，这个我们要懂得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情绪不稳定，妄念很多，这不正常，如果你要是得禅定了，你就恢复到正常了，就再不会有情绪不稳定的这个现象，也不会有
不正常的现象啊，所以这叫三昧。三昧多了，无量三昧了啊。我们在《地品经》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啊。圣殊胜，这个就难得了啊，这非常殊胜的三昧啊。这什么人有呢？化身菩萨啊。我们晓得贤首品呢，是实性位最后一品啊。实性位里面讲什么呢？完全讲的是四圣法界啊。到底下一品经就是化身菩萨了啊，初住位了啊。摄性心满呢，往上上升就是初住啊。初住菩萨就是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初住菩萨就是佛，他的德能、智慧、神通、感应，跟究竟果佛可以说没有差别啊。这个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学过很多了。那为什么从这个往上去还有41个位次啊？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总算是搞清楚了。那是无始无明，习气有后波不相同啊。虽然还带着习气，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，完全相同啊，绝对没有两样啊，确确实实圆圆满满做到了对十法界众生呢随心应量啊。这个心不是他的心，他佛菩萨没有啊，心是十法界众生有心，有心就有感呐、诸佛就有应呐、诸佛，《金刚经》上讲诸佛，你看看姜维农居士注解里面啊，讲义里面所解释的诸佛就是41位。化身菩萨叫化身大士啊，天台家讲啊，他们叫分正佛啊，分正是真佛，不是假佛啊。六界佛里面有讲理界佛啊，我们凡夫在理上讲，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佛是从理上讲，就是从心性上讲的啊，那全都是佛啊。第二种呢是名字即佛，有名无实，不是真佛啊。像我们尊称某个大德，称他为活佛啊。过去帝王对于这些出家大德封号封作什么佛那个名字，那不是真的啊。这个要晓得名字即佛啊。我们学佛是在家呢，功夫不得力也是名字即佛啊。功夫真正得力了叫
观行即福啊，功夫得力了。这个位置在我们净土中念佛法门里面管用啊，观行即在净土中是什么位置呢？叫功夫成片，很浅，功夫不深啊，但是他决定得生净土啊，他要发愿往生的话，生凡圣同居土啊，叫观行即。但是修其他的法门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没有用处。修其他的法门呢，要再提升一级，叫相似即佛，是有用啊。相似即佛是什么地位呢？阿罗汉以上，也就是说，华严上讲的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把执着放下了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观行即佛，执着还没放下，虽然没有放下了，他还看得很淡了啊，不是很严重，看得很淡，这一点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啊，真的没放下，但是很淡啊，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很淡薄，哎，实在讲呢，没有完全放下，只是比一般人淡啊，不会计较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，淡了，要观行为重啊。那没有真放下了，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呀。啊，要真正放下，才能够出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那也许就那真的出国呢？嗯，出国生极乐世界都是方便有余土。为什么出国确确实实把见思烦恼的见烦恼放下了，符合金刚经上的标准啊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他达到这个境界，我们没做到啊。啊，我们虽然看淡一点，还是有我有人呐，有是非呀，啊，这些理事都要清楚，然后我们自己修行，现在在什么阶层上自己清楚，啊，明了之后要不断向上提升，这个才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正的大事啊，真正要紧的事情啊。什么升官发财那个，那个无关紧要啊，那是六道里面的事情啊。啊，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。啊，祖师大德常讲啊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些东西没有一样你能带走的。啊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啊，没有一样能带走。不能带走的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能带走的要放在心上，那就对了。那我们念佛人能带走的是什么？这一句六字洪名，可不能看清了。可不能疏忽了，时时刻刻要放在心上啊，最好所谓是二六时钟啊，就是二十四小时不能间断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啊，口里念不念没关系，心里真有啊，那叫功夫成片了 啊，口里有心里没有，
不是功夫成员啊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念个十万声二十万声，起心动念还有是非人果，起心动念还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啊，那是还是名字为重，没有功夫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的功夫是放下啊。所以身心世界你都看淡了，你都不放在心上了，心上只放一尊阿弥陀佛，天天向佛，天天念佛啊。所以我们念佛人供佛，最好一生呢供一尊佛像。为什么？你天天看他，你天天想他啊，这个便利于观想。如果佛像太多了，你就杂了，就乱了。临终时候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哪一个阿弥陀佛像来接我？你这样一疑惑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就不见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妄想生起来了，啊，所以一生呢，供一尊佛像，啊，始终供一个佛像，啊，那么我供的一尊佛像啊，你们诸位都知道的，啊，是白瓷的，啊，这个像是一个陆建刚老居士送给我的，啊，我们在台湾建立第一个道场啊，华藏佛教图书馆没有佛像啊，哎，老居士这尊佛像送给我们供养啊，非常之美啊。他告诉我这尊佛像至少有300年了啊，也就是说乾隆时代的啊，瓷的啊。所以我们就供在台北华藏图书馆啊。以后我们常常啊在国外旅行啊，这个佛像很不好带，为瓷的很容易碎，所以不敢带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照相啊，照相印了，大概印了总有几十万张的样子啊，大大小小的，好啊，分身满城刹了。所以我们就带上这个佛像的卡片，有大有小，随身携带啊。旅行住在旅馆里面，我们也把它供起来啊，只看这尊佛像，那这个佛像印象就太深了，将来我们往生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肯定就是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不是这个样子是不跟他去啊，这个样子来说我们就跟他去啊。所以这个事实一切都要合乎一心啊，一门深入啊，还是一门呐 啊不要搞太多啊啊。那么你喜欢哪一尊，你永远就供奉这一尊，无论到哪里的时候你都带着这一份这一尊啊。不好带嘛，就带照片啊，这是现在很方便了 就是供佛也要专一啊。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，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啊，我们对世间不要有留恋啊，决定要求生西方啊。这一个愿力要是非常的坚固，我们现前在这个世间有没有妨碍呢？没妨碍啊，现前是世间事，我们可以照做啊，心中有福啊，时时刻刻的没有中断过
啊，没有生念啊，把佛忘掉了叫生念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随时随处能够提得起来啊，这个叫一佛念佛了，现前当来必定解佛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念念不是有口，人家念佛上面加个口，最好不要加啊，就是这个念。这个念是什么？念是精心啊，就你现在心里头有佛了，这叫念佛啊。啊，加一个口，那就是口念了啊，那个意思没有这个精心的这个意思深啊，这个意思广啊，所以不在乎啊口念，也不在乎啊念多少啊，真有啊，意是想啊，静坐的时候想佛啊，不妨的说就是用观想啊，想我们自己供的那尊佛像啊，你就不会有妄想了。你要不想佛呢，妄念就起来了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啊，总是一天到晚大妄想啊。所以你用这个方法了，能够把妄想减少了啊，到最后呢连妄想没有了啊，只有佛的想，没有其他的想啊，这样就好啊啊，这是念佛法门呢最殊胜的三昧啊。那么此地告诉我们，这个三昧叫安乐。实在说呢，那么这个光啊，就叫安乐光啊，因为它放后头有放大光明不思议啊。安，哪一个人不要呢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不安啊，不安呢就不乐啊，所以安呢是因呢，乐是果啊。你要想得到快乐，先要心安身安，身心安稳呢，当然就快乐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安呢？你看中国人常讲平安，心平呢就安了啊，平等对待你心就安了啊，不使别人平等对待我，这个做不到的，求不到的啊，那就求不得苦。要求啊，我要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人，这个可以做到啊。啊，我能以平等心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身心就安稳。啊，凡事不要对我向外求。一切都得向内求，特别是佛法。佛法讲心性啊，啊，心性圆满具足，没有一丝毫欠缺，无论是智慧、是德能、是相好，通通具足啊。你向外求错了，求不到；向内求。安也是安定啊，乐呢也是和乐啊，和睦就乐啊
不和就不乐啊。和乐是离一切苦啊。啊，中国人常讲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啊，这个毛光照夜了，第一手机总标里面这个三昧叫安乐，你想这个意思多深？那么想想八十九首偈颂，全是彼喜安乐啊，在不同境界里面啊，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安乐啊，这是总名称啊。去年四月份，中国佛教在浙江呢办了一个活动啊，世界佛教论坛啊，请了好像有20多个国家代表啊参加这个论坛会啊，我也是接受了邀请啊，我也去参加了。论坛的主题是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。啊，副标题是心静国土静，心安众生安，心平天下平。这个论坛的主题好啊，啊，确确实实针对现前整个世界社会动乱状况而来的啊。那么如何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一个论题啊，联合国讨论了30多年了啊。心怎么安法，怎么进法，怎么个平法啊，也就是怎么样做到啊心静心安心平。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，啊，能不能做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儒释道三家都讲这种事情，都重视这种事情。如啊，讲心安，讲心静，讲心平。他怎么讲法呢？他讲各无致知诚意正心，这个心安
心净心平就是正心，心得起正啊，那个正就是此地讲的三昧啊，啊，三昧是正受啊，啊，这是儒给我们讲的，儒是集成中国古圣先贤的传统而说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儒家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五千年吧，五千年老祖宗就这样教我们了。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格物。什么叫格物？物是物欲，也就是说物质的欲望，啊，格是格斗啊，啊，跟大家讲的更明显一点，容易懂一点，要把物欲放下。不要受物欲欺骗了。人生呢，不是享受物欲为目的啊。你到这个世间来是为这个目的吗？是来享受物欲的吗？那你就完全错了。啊，享受物欲，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什么？享福。你到这个世间来是为享福来的 啊，那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是受罪来的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业报，这不是目的，这是业报。真正目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，这个有意义啊，有价值啊！啊，我这一生没白来了，啊，这一生我在人道，来生至少我到欲界天，再一生我可以到色界天，步步高升呢，啊，这就有意义、有价值了。啊，贪爱物欲。佛对于这个因果讲得清楚啊，啊，贪爱因物欲啊，必堕恶鬼，恶鬼道啊，不是人道啊，啊，贪不到的时候，嗔恨心起来了，嗔恨心起来是地狱道。更坏了，地狱离世因果完全不了解，糊涂啊，愚痴啊，畜生道啊，所以格物至少这个里面呢含着佛法里头两个意思，放下贪嗔，啊，格物而后啊，致知啊，致知是进了一步了，致知是求智慧呀，啊。你看看，物欲是烦恼，只要有烦恼，你想求智慧也求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它障碍。跟中这个佛门的四弘誓愿意思不是一样吗？你看，先断烦恼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了，然后再法门无量誓愿修啊，智知就是学法门的，求智慧，智慧就能够破愚痴。
你看看，格物致知，目的何在呀？断贪嗔痴。佛还没到中国来，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导后人，啊，在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前2500年，我们不能不尊敬啊，不能不佩服啊，啊，所以烦恼决定不是个好东西啊！记住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图物欲的享受，决定堕落啊！要时时刻刻警觉到啊！啊，格物致知之后啊，你才有诚意啊。我们今天讲的真诚啊，只要你有物欲，你有贪嗔痴慢，你的诚意没有了。那你平常起心动念，妄念、妄心啊，真诚是真心啊，所以儒家讲诚意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心啊，知心、至诚心，是讲这个菩提心之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把贪嗔痴去掉，你的真心才显现啊！真心起作用就是正心啊，你看诚意正心啊，正心是菩提心起作用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这个作用呢，它讲两个，有自受用、他受用啊，自受用是身心，他受用是大悲心啊。所以身心是清净的啊，是清净平等觉啊。他受用呢，他受用是慈悲也啊。所以我这么多年来跟大家讲发菩提心，我讲五个，你好懂啊。啊，菩提心的体真诚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觉，菩提心的他受用慈悲，我讲十个字啊，比古大德所讲的好懂多了啊。古大德讲这个自受用身心，大家听不懂什么叫身心啊。那我给他讲成清净平等觉，你就好懂了。无量寿经的经题啊，自受用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晓得，对自己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觉而不迷啊。对别人呢，我这个清净平等觉用在事项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就叫做大慈大悲啊。所以你自己没有清净平等觉，哪来的慈悲啊？那慈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自己有清净平等觉才是真正慈悲。可是清这个清净平等觉从哪里？从真诚。真诚从哪里来的？从断烦恼
啊，我们可以说，格物就是佛家的破烦恼障，智知呢是佛家的破所智障。啊，佛讲这两种障碍呀、啊，你能把两种障碍破掉了，心性就露出来了，啊，明心见性了，见性就是佛。啊，真心显露呢，身就修了。啊，真心而后啊，身修啊。啊，身心安乐。啊，这个是儒家的一套方法。啊，那么跟佛法没有两样啊，所以我们学都是合起来学，讲也把它合起来讲啊。佛法是先破烦恼，后破所智，然后你的真智慧才出来啊。烦恼在华严经里面就这种所知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分别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要先从这里下功夫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执着一定要放下，分别呢一定要淡薄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样功夫就很会，就会得力了。啊，我们学佛同学，我常常遇到啊，很多人跟我讲啊，自己怨恨自己，功夫不得力。为什么功夫不得力？你没放下。啊，那你要想功夫得力了，你就要认真放下。啊，认真放下从哪里做起？从先把烦恼。淡化做起啊，也就是说生活也好，工作也好，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太执着，执着不能完全放下啊，那个执着的心要淡化，希望一年比一年淡薄啊，你的功夫自然就得力了。你只要能淡化一分，就生一分智慧；淡化两分，就生两分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障碍，障碍去掉了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本有的智慧的能福报啊，它渐渐就显现。绝对不是你所求的，求不到 啊确确实实我们心地里的本有的智慧啊，就像我们摄影棚里面的灯光一样光明啊。啊，可是我们要调节灯光呢，上面用纸给它盖住啊，盖一层，盖两层，盖三层啊，盖的越多透出光就越少，盖的少呢透出光多，这样我们来调节光源。你从这个比喻里面就看啊，我们自信是光明的，现在盖了多少张呢？盖了几百张，盖了几千张，一点光明都没有，透不出来啊。哎，我把它去掉几张，哎，有一点点光了，
再去掉几张，光又比较亮一点了，你就用这个方法来修行，年年能够减少执着，你的光啊慢慢就往外面透，透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的信心就坚定了，真相信的没有怀疑了，这个真相信之后啊，你放下就很容易了啊，你每年放下了一定比前几年的时候加倍，啊，譬如说100分吧，前十年一年放下一分呢，十年放下了10分呢，到11年呢，一下可以放下2-3分，啊，到20年一年可以放下10几分。啊，那可能到30年全放下了，全放下，恭喜你，你证阿罗汉果了。啊，越往后面越快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智慧长了，正知正见这个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明显的佛的价值啊，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啊，使你身心安稳啊，自己身心安稳，此地将毛光一重。你自己修道有成就啊，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除这个之外你全身都放光啊，这个放光你们家人虽然看不见，可是他有感受啊，这叫什么磁场，真不一样啊，如果这个地方真正有一个修行人在此地啊，真有德行啊，真的起心动念呢都跟信德相应，没有烦恼，他在这个地方那个磁场特别好啊，真的是安乐，纵然是一句话不说，也愿意跟他多坐几分钟，不想离开他。啊，这是不是享受啊？殊胜安乐的。我在这一生当中这个感触最明显的就是张家老师啊，你们看到张家老师的照片，那张照片大概是60多岁照的啊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啊，那么他日常行住坐卧都像那个样子，他好像定中啊，走路很慢，说话声音不高，速度很慢啊，对于现代人一切讲速度讲效率，好像张家大师慢吞吞的啊，现在我们懂得
讲求快速，要求快速，啊，要求效率高。现在连科学家都发出警告了，啊，虽然效率很高啊，你付出的代价是短命。为什么呢？你的能量消耗掉了，快速的流失。这讲得很有道理啊。然后啊，我们再想想中国古人叫你什么都要稳重，那什么借神能量，我们中国人讲的保持你的元气啊，啊，不要把元气伤了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中国人什么都讲气啊，外国人讲是能量。如果能够借神能量，借神能量什么都要缓慢，不要急躁啊，要保持心平气和，你的能量就控制住了啊。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啊，或者处理事物，消耗能量多不多唯独心浮气躁啊，什么事情啊？啊，这个要求快速，这个消耗能量最大啊。那么现在世界上普遍人都是这样子，所以就地球的能量被消耗的快要用尽了。地球能量要是用尽了的话，地区就毁灭了啊。那么现在南北极的冰快速地的融化啊，网络信息里面常常报道啊，可是大家怎么样呢？有警觉，警觉不够。要到什么时候警觉够了？我估计大概三年。哦，那个时候就恐怖了。啊，三年，如果海水上升一米，一公尺。警觉马上就提升了啊，海水涨深一米啊，恐怕我们香港的机场就在水面上了啊，填海的地区可能都开始淹水了。时间快啊，那么以后这水涨的时候会加速度，一年比一年上升的要高很麻烦啊。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问过我，佛法里面有没有方法能解决？佛法真有，但是人不相信。啊，佛用什么方法？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就可以把现前这个状况终止了。啊，并可以让它不再融化了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回头是岸，断恶修善了。它慢慢的时候水又结成冰了，可以恢复为正常啊。可是这些呢，现在人说你拿不出科学的证据，现在什么都要讲科学，拿不出科学证据。虽然没有科学证据，可是感应的事情太多，
感应事情呢，科学不能解决。认为什么？认为是幻觉。啊，他总要搞一个，找一个名词来解释。啊，所以我们凡事一定要客观不要有成见要有成见，成见就是坚固的支柱，那么又不吃亏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身心和谐，就会感动一家人。啊，一家人和，家和万事兴啊。你说这一家人快不快乐？当然快乐。啊，家和万事兴，就是家和万事乐。一家和乐，再扩大，就是你一族和乐，你的邻居邻里乡党和乐，和才是真乐啊！跟诸说不能争啊。真没有乐啊！现在凡是讲竞争、斗争，那个苦不堪言啊！啊，竞争、斗争，哪里有乐？战争哪里有乐？啊，美国在欧洲这两次战争到现在都不能够恢复正常啊，进退两难，好像陷在泥沼里面了，苦不堪言的，哪来的路啊？和才有路。